哥，大家，我们是笑话男警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笑话喽。对，我们今天请来了个特别来宾，他就是美人鱼。美人鱼长期住在这里，应该也有一些笑话吧？当然有啊。几个小孩在讨论家里怎么发家致富的。小明说：“我爷爷是靠房地产致富的。”小花说：“我爷爷是靠股票翻身的。”小乖说：“我爷爷是靠创业翻身的。”阿呆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爷爷是靠佣人才能翻身。”真是太好笑了！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好笑吗？如果好笑的话，就请点个赞，点个订阅哦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拜拜。